哇，为什么头发偏偏今天乱成这样？怎么梳都梳不齐啦！吼，好生气哦。嗯，怎么办呢？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啊？啊，我想到了，去那里应该就有办法解决了吧？好，那我就出发咯。诶，娃娃，看你这么急，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？其实是因为今天我有一场特别的演唱会，可是我头发好乱哦，一直乱翘。再这样下去啊，我觉得我会吓到粉丝诶，你可不可以帮帮我呢？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，这种问题就交给墨儿吧。墨儿啊，有客人来咯，呦呼。好的好的好的，让你久等了，娃娃欢迎光临哦。好的好的，我明白你的问题了，那么就马上让我来帮你打理你的发型吧。哇，我翘起来的头发都恢复原状了耶，哇，真的是超棒的，谢谢你们。娃娃看起来好像比刚才更有精神了哦。墨儿，你到底是用了什么神奇的魔法啊？赶快跟我说吧。好的好的，其实我只是修剪了受损的发尾，然后做了护发，增加它的光泽度，而且它都特地来美容院了哦，当然要让它变得比任何人还要美哦。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，现在的头发真的比以前还要整齐耶，真不愧是墨儿，这样子呢我就能顺利的举办演唱会了哦。嗯，看到你这么高兴啊，身为美发师的我也很开心呢。演唱会你要加油哦，如果还有什么发型方面的困扰，欢迎随时光临哦。在娃娃的宣传下，隔天美容院涌进了好多的客人哦，看来墨儿和赵琪要来大显身手咯。